大家好，又系我香口卡，今日继续玩 GTA Online， 今日继续单人重玩啊嗰六个倾覆计划嘅任务嘅。咁上一条片就玩咗第一个啦，咁今日就玩第二个，全体集合抢先梅利威瑟一步打捞战利品。咁啊，搞翻困难先。不过搞困难就唔死得，一死就佢冇 checkpoint 呢个任务。好啦，开始啦。好，全体集合。咁呢个任务其实系多人玩系方便啲嘅，咁啊分翻空中小队同埋呢个打捞小队。咁啊，空中小队负责保护打捞嗰啲。喂，大家都知道咧，走私呢一行系一门喺洛圣都系一门大生意嚟嘅。但系你有所不知啦，梅里威瑟系同執法人员打交道，会扣查啲货物嘅。每次扣查咧，都会留咗一半去转卖嘅。咁我哋復仇者武器塔上面就装咗新嘅摄影机，即系嗰个节能感应，可以攞嚟搵嗰个货物嘅。麻烦一个人就麻烦在呢咯，咁快发现咗我哋啦嗰个。一个人就麻烦在要教呢个自动飞行模糊啦。好，呢个启动自动驾驶。哎中，又要入去后面。有直升機射緊我喂，喺邊啊？直升機食屎啦！等下先，跟住要揾個貨物，哎，揾到啦個貨物喺度，仲有冇其他敵人啊？周圍及及先，呢個咩嚟噶？呢個紅點，啲唔關事嘅應該，好似冇敵人啦，哎，嗰邊有敵人啊！啊，系啦，好彩有个热感睇下，见到敌人就即刻，哎呀，炸死咗。好，但其实之前有谂过咧，而家直接攞架喷射飞人器出去，但系其实唔系一个明智嘅选择。哎，攞翻套甲先，都系降落会好啲，因为我同 friend 其实都有再玩过呢个任务。咁就唔系一个明智嘅选择，呢个时候攞喷射飞人器飞出去。因为佢啲直升机咧系会 lock 你嘅，你架 jetpack 系架善良嘅 jetpack 嚟噶嘛，所以系会直接俾人哋 lock 嘅，毫无还击之力嘅，所以都系降落花架复仇者系最安全，都唔可以话最安全添啊！你有啲追兵打你咧，一个间隔咧，你要小心啲咯，因为系咁出，哇！黐线咁都射中嗰啲人。佢会有机会都系会攞 lock 你咯，冇人性嘅嗰啲嗰架科拿大嚟嘅，我冇认错应该就系、是。我今次个货物仲要嚟个岸咁 Q 层远，佢个科拿大有武装，有得开炮，我哋自己管家买翻嚟嗰架系冇。应该迟啲会解锁啩，我有特登走去机库及及睇下有乜加武器，咁啊冇啦，就系暂时见到系冇。好，即系走去下一个。你唔可以留太耐，留太耐佢又出追兵，最恐怖系嗰啲直升机。
因為都同 friend 再玩過，知道啲直升機有幾咁矛。啊嚟啦嚟，直升機嚟緊。啊，單人玩真係有呢個麻煩嘅地方。幾時都係上翻架復仇者最安全嘅，講真的，架復仇者夠硬正。好，走先，去下一個打撈地點。我而家一個人玩啊，所以就係得兩個打撈地點嘅啫。之前做直播嗰陣係唔記得三個人定四個人玩啊嘛，嗰陣就有三個打撈地點嘅，即係佢會隨住你個跟住你個玩家嗰個數目而改變佢嗰個貨物嘅數目咯，都啱嘅。咁而家去埋另外嗰、那個，其實最好就係兩個人玩咁啊，兩個人玩一個就負責揸住個飛機打。另一個就落去打鬧，咁啊最安全噶啦。大家架科蘭大係幾咁惡嘅？系咁攞導彈落嚟，所以你系唔可以攞裡面嗰架 jetpack 出嚟，一定俾佢射，一定俾佢擊落啊！哇，黐線咁準嘅，哇，應該射咗個同行夾佢咯，個阿英。清曬敵人先，死曬啊嘛！死曬未？哇！又有追兵，又係科拿大，睇先，開咗個自動駕駛先，啟動自動駕駛。兩架科拿大黐孖筋，睇下先，呢度有船个货物咧。冇吹啦，喺边度有货物？哎，搵到啦，喺度啊！有冇敌人啊？睇清楚有冇敌人先。嗰边敌人可以唔使嚟，啲车嚟嘅应该系。而家射唔中，呢边有冇敌人？你应该射晒，有冇仲有冇直升机？有冇直升机嚟紧想打？有啦，打埋呢个批先。直升机。OK， 又要揸翻个复仇者，物品呢个载具资产停止自动驾驶，哇！又有追逼，哇！黐线喎，好痛喎，我。哇，红咗，黐线噶！哇，食零食先。哇，咁佢太多只啦！喂，射唔中佢，黐孖筋。
哎，得得得，射中咗。OK， 一打埋我哋先。好，同路点我咁准呢个阿英嗰个枪？哇，过唔过落到呢个位？勉强得，啊，快啲啊！好，即刻上翻复仇者。屈嚟紧，上翻去先。有架科拿大嚟紧，见到直升机个镜。喂，起飞起飞起飞！食屎啦！你几恶？劲恶系咁射导弹嗰啲直升机。好，嗱，即系将货物运送去。落圣都天使车，但系呢个开咗开揸到复仇者系安全嘅。呢个任务基本上系考你点样短时间内行开只复仇者，攞完货物再上翻去啦。即系要你短时间内完成啲任务，如果唔系会俾人。射得好惨，应该都甩咗啲追兵啊！咩？你去到城市上空就安全嘅，佢哋唔够啱伤害平民嘅。好，我下面都费事。都费事降落啦，直接开自动驾驶模跳落去算啦。咦，原来佢有俾个咩啊？俾个降落点我算啦。好，我架复仇者咧，点解自己喐紧嘅喂？咩翻到去哈士嗰啲先系属于佢哋嘅地方。好，任务完成，32,400蚊。呢个任务系难玩嘅，讲真，即系如果你单人玩嘅话，同埋你要即系唔可以出离开架复仇者太耐咯，一离开架复仇者太耐就会俾直升机射到癫啊！好啊，好，咁今日呢条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咁、那个福倾福计划嗰六个任务暂时做咗两个啊。咁下一条片就做第三个。咁第三个就系揸嗰架战机啦。嗰个 F160 雷兽啊。咁今日就嚟到呢一度先啦。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另外大家记得 follow 我嘅 IG。我系香牛胶，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